创校于1967年的圣约翰科大，校训为德以辅才，学以致用，重视品德，也期许学子进入职场后能够学用合一，积极推动产学合作特色计划。不管就是在电机、电子资工、还有机械上面、甚至另外呢商业管理，还有就是民生设计跟那个老人服务这方面的话呢，我们都跟各个企业呢正在洽谈，所以呢未来呢我们会往那个智慧科技这边来走。重视学生实作能力，圣约翰科大翻转刻板教育，将实务经验融入课程。在产业实习上面，我们会让学生呢在毕业之前呢就可以有这个接触到那个企业工作的这个机会，那让学生呢很有把握的在那个学校学到专业的那个选修或者专业的必修以后呢，他能够到企业马上能够上手。为消除学用落差困境，1111大力推动产学合作，创设产学合作平台专业，供校方与各企业有效接轨。因为呢111对学生跟对学校跟企业这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连结，所以呢对学生的就业，对企业的那个延揽人才方面的话呢都有非常棒的这个角色的扮演，所以呢我们未来会跟111这边来充分的来配合跟合作。圣约翰科大校长黄宏斌鼓励学生在学期间运用学校资源，找出适合的职涯路并精进能力。除了专业以外呢，其实团体合作跟负责任跟品德这方面呢更重要所以呢年轻人在这一方面只要充分准备了这些能力的话呢，我相信在求职上面的话呢是绝对不会有问题。期望培育学生以德性为本，且拥有毕业及就业的实战力，赢在职涯的起跑点。